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反差萌巨大，王一博新代言未曾官宣，地广已铺。相信王一博会有新的代言，粉丝已经知道了。毕竟这几天网上有关于王一博线下的资料，之前的文章也有写。 橱窗上不仅贴着常规风味饮料资料，还有粉丝拍摄的无糖风味标志。可以说，这波人气已经开始了，基本上很快就会正式公布代言时间了。问题是，官方公告很快就意味着还没有官方公告。对于不知道一博商业代言的路人来说，王一博与康师傅冰茶无关。查一下王一博的代言图，没有这个代言，怎么能做得这么广泛？是的，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。 但是王一博的广告已经放在了商场的大屏幕上，并且已经提前线上线下投放。看来品牌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大家知道，王一博即将成为康师傅冰红茶的品牌代言人了。从三月底开始就有了王一博康师傅的线下资料，现在终于是即将正式公布的消息了。要知道，因为清剿行动的推出，艺人必须要管理好自己的粉丝。 所以，所有艺人团队都会有与粉丝对接、进行管理的任务。据相当可靠的消息，康师傅冰红茶终于要正式公布了，时间定在八日上午十点，六日、七日上午十点进行线上预热。要知道，这种线下素材的新闻流传了这么久，并没有多少路人知道。线上预热马上来的时候，恐怕王一博的商业代言又要震撼一些人的下巴了，加上康师傅的冰红茶。 一波就有三十七个代言了，虽然他的代言总是在年近四十的时候到期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代言是内娱最高的。第二名只有二十八个代言，代言次数也能反映出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有多高。他代言的无一例外，代言人、全球代言人、全球第一代言人、全球首席代言人。唯一一个头像是大使的香奈儿，也是因为这个品牌的最高头像是大使。 强大的商业价值让王一博成为很多品牌主选择代言人的首选。要知道，虽然现在挂钩都不管用了，但是当年王一博穿的模特都被炒到了一个巨大的高度，他的鞋圈财神称号也让业内其他品牌红了眼。在王一博与虎克解约后，有多少品牌在第一时间向一博抛出橄榄枝？或者安踏负责人连夜赶到一博剧组，在小福星还没做好之前就详细讨论了。 现在安踏的销量全网皆知，选择一个好的代言人，不仅能获得巨大的销量，还能获得良好的关注度。康师傅的冰红茶是热销产品，价格不高，大家都买得起，只是一个量。在官方宣布没有发言人的情况下，我迫不及待的广而告之，率先把王一博的帅脸印在一张海报上送给路人，是极其真诚的。商家的诚意就在于此，这样看着王一博。 粉丝自然就满足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品牌的正式公布。当我们再次消费的时候，王一博的粉丝绝对不会在销量上让商家失望。